诸位同学，我们还看这一大段离长者的开始，请接着看。五位中各个列十个佛果，十个菩萨名，随位进修中，越自行所得处，佛果菩萨行果列名。我们看这一段，五位，这是大位。那么说五位呢，把这个实性也都包括在其中。那我们现在正读的这一段啊，从实性一直到实地啊，每一个大位里面都分十位啊，所以各个列五十个佛，五十个佛果啊，各个列十个佛果，十个菩萨，这是说明啊，随位进修中。啊，就自己修行所得处，立的这个名号。啊，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名号是相应，与果德相应的，立的名号是佛名。与因行相应的这个名号是菩萨名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名菩萨名啊，实实在在它是我们修学指导的纲领。正如同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遇到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名号呢也不是随便立的啊。名号是什么？佛哪有名号？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啊，所有名号啊都是因此时此处这一些众生进修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啊，我们讲是教学的纲领啊，此时此处的众生啊，缺少慈悲心呐，啊，所以佛门里头不是常讲吗？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为什么不说真诚为本呢？为什么不说清净为本呢？为什么不说般若为本呢？偏偏说慈悲呢？我们晓得，名号是这一个阶段
修学对治的大根大本啊，这个阶段的众生没有慈悲心呐，所以佛就提倡慈悲。我们懂这个意思了。菩萨是我们修行的德目，地藏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古时候很重视，但是世尊的法运12000年了，现在才过3000年。但是在这一个世纪呢，伦理、道德大幅度的衰退了。于是我们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确实神通广大，对于末法时期的众生，这个时间长，一共有10000年，他清楚得很呐，这个时代在演变，伦理道德没有人维系了，特别提出地藏菩萨来表法。而且呢，在《地藏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灭了，在12000年之后灭了，弥勒菩萨还没有出现，这当中时间很长啊。《弥勒下生经》里头告诉我们了，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没有佛出世啊。我们晓得没有佛出世啊，就是没有伦理道德了，人无不是随顺烦恼习气，这个世界才真正是堪忍世界。娑婆是梵语，意思是堪忍的，太苦了，你能忍受得了？现在这个堪忍，说老实话，在20世纪初叶，真的还不怎么感觉到但是这一个世纪过去了到20世纪末，现在是21世纪初啊，我们深深感触在这个世界，
芸芸众生啊。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啊，只要你细心留意观察，我们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身心安稳，没见到一个啊。无论是富贵贫贱，在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都没有安全感了。这在一个世纪以前很少有啊，没有安全感。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安全感是普遍有啊。真的，在意识形态里面呢，真的好像是世界末日快要到了。不知道怎么办，无所适从。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从前没有这种意识？这是我们想到圣贤教诲的重要啊。心行善恶重要。我们接触佛法之后，这一桩事情了解、认识更清楚、更透彻了。知道世尊名号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释迦意思能忍啊，能够仁慈博爱啊，这是讲对他对一切人物、对一切众生，要发挥自己本性里面的仁慈博爱。仁慈博爱是性德。我们失掉了仁慈博爱了，那就是迷失了性德。摩尼是极灭的意思，比清净啊还要殊胜啊！极灭必须要证得。云生无性，根本无性，极灭才能现前啊！严格的讲，
极灭的境界，明心见性的人才有。啊，也就是说，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我们凡夫能得一点清净心就不错了。啊，清净心跟极净呢有少分的相应。啊，极净我们做不到啊。啊，极净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断了，你才能现前。啊，这个是我们没有法子做到的。啊，所以我们只希望呢，在修学过程当中，心地越清净越好。啊，要想清净，那你的一定要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修清净心。啊，那么清净跟慈悲这当中有没有矛盾呢？在我们凡夫来讲呢，肯定是有。啊，慈悲，那你都要去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琐碎的事情可多了。啊，你怎么能清净？但是真正觉悟的人，功夫得力的人没问题。啊，大慈大悲也，普度众生呢，同时他又能够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就是慈悲不爱极净，极净不爱慈悲。啊，慈悲跟极净是一不是二，这是化身菩萨们的境界。啊，那我们怎么学法呢？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要学不着相。啊，这个不着相从哪里学起呢？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只要自己不落在名利里头，心就能得清净。啊，我们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远离名闻利养，心就清净了。啊，如果心里头沾上名闻利养啊，那你当然不清净。啊，没有名闻利养，我们事情做得很成功，众生有福。啊，如果事情做得不成功，有障碍，众生没福。啊，我自己呢，没有得失。做成功我也没有什么得，做失败了我也没有失，没有得失啊，没有得失啊，你心里头才清净啊。做成功了欢喜，啊，做不成功呢懊恼，那你就着了相了。
你被境界转了，你不是在转境界了。这一点初学人呢还能办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用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列思列心决定不要有执着不但是身外之物要看破要放下，就连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啊，你也要看破，也要放下。这个里头修清净啊，有丝毫的染着就不清净了。清净跟极灭那个距离还很遥远，很遥远。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方向，它是一条路。极灭呢，那是走到目的地了。这个清净啊，是才开始，才起步。方向目标没错，要真修。要真放下了，所以佛的名号无量无边，菩萨的名号也是无量无边。前天我带了一套万佛明经是折叠本的交给我们图书馆收藏在这部经里面，佛专门介绍这个十方的佛名，一共讲了12000多个佛名略微介绍一下。所以佛名是表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的德能无量无边佛的名号就无量无边菩萨表修德修德，那我们常讲84000法门，那就84000菩萨名号84000是归纳了，展开呢，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无边呢，菩萨名号无量无边，菩萨名号代表修德了。地藏菩萨代表的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提醒自己我对父母有没有尽孝
我对于老师的教诲有没有依教奉行呢？形象跟名号啊，时时刻刻不断地提醒你。为什么呢？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此时此处这个阶段，众生健忘，很容易懈怠懒散，没有人提起忘掉了。如果天天有人跟你讲提起，你又显得烦，又显得讨厌，唠叨。世尊教学的善巧，用菩萨名号，用佛名号，用佛菩萨形象，供养这个佛菩萨形象，什么意思？这就懂了。佛门里面供养佛菩萨形象，乃至于供养天神的形象，不迷信啊，无疑不是表法。换一句话说，无疑不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观音菩萨提醒我们要大慈大悲，就是把地藏菩萨的孝敬升级，地藏菩萨我们从什么地方修起呢？孝从父母，敬从老师，这一扩大了，把孝敬父母啊，孝敬一切众生，这个多么伟大啊！佛在《菩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了。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佛要我们做如是观呐，这是什么人生观？大乘佛法的人生观跟世间不一样啊！一切众生，我们今天不讲法界虚空界，我们就讲这个地球。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还能杀他吗？我还能害他吗？我还能欺骗他吗？不可能。自自然然，没有任何条件。佛家讲这个慈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没有条件呐。同体大悲呀，它跟我是一体呀。
啊，儒家没有讲的这么亲切，但是也把一切众生呢看作五伦之一。啊，儒家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那个时候讲四海之内就是讲天下了，就是讲这世界，今天讲的整个地球啊，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人啊，皆兄弟也啊。啊，儒教的这个心胸也很了不起啊。人与人的关系，朋友是一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啊，知己是朋友啊。我们居住的地方，四周的邻居朋友啊，我们要常常往来啊，常常关怀啊，互助合作啊，这种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从哪里做起？邻居、街坊啊，我们住在这条街上的啊，我邻居的邻居，邻居是好朋友啊，邻居的邻居啊，他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在邻居邻居扩大到全世界了没有一个不是好朋友啊，没有一个不值得尊敬啊。没有一个不关怀啊，不爱护啊。互助合作，互通有无啊。这样的社会，诸佛菩萨的社会啊，不愿意和一切人往来的，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你要晓得极乐世界那个世界很大，人口很多，多到没有办法计算啊！我们这个世界人口啊，现在还不到70亿啊，将近70亿，不多啊！极乐世界那是从法界啊，变法界设方一切刹土里面去往生的，啊，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人数太多太多了，啊，
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跟我们关系密切。啊，就是儒家所讲的“戒兄弟也，戒朋友也”。啊，这五伦就是两伦呐。佛法里面讲的呢，戒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父母，孝道之所系。啊，诸佛师道之所系，啊，我们不能不懂。啊，在中国，啊，中国确实传来的是大乘法，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啊，观音代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殊代表智慧，代表理智，不是感情用事，感情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它不是真的？他从妄摄里面生的，啊，他或有或无，啊，世间人这个爱心又常常变化无常。爱会变成恨，恨也会变成爱。换一句话说，它不稳定。慈悲就是爱心呐。慈悲是从文殊这个我们在此地念的就懂了，庙会里面生出来的，庙会不会变，啊，如果我们用世间的话，用一般宗教里面的话，啊，宗教里面常讲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我们套这个话来说，佛爱世人，菩萨爱世人，这个爱是永恒不变。你就是叛逆佛菩萨，佛菩萨对你那个爱一丝毫没有打折扣，啊，你毁谤佛菩萨，破坏佛菩萨，甚至于用极恶的心我要消灭佛菩萨，佛菩萨对你那个爱心没有变。啊，为什么没变呢？佛菩萨清楚明了啊！啊，你那个是烦恼习气在起现行，在走恶业。啊，与佛菩萨有没有丝毫的损害呢？给诸位说，没有。
佛菩萨永远如如不动，啊，他没有生灭，他没有来去，啊，他不长不断，不业不异，所以一切九界六道的众生，要想对菩萨加毫分的伤害，不可得了。啊，如果你念过《金刚经》，你就懂得了。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你怎么样伤害他？啊，你上这身，身是化身，身根本了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有智慧呀，啊，高度的智慧呀，啊，所以众生那些烦恼习气加诸佛菩萨。佛菩萨笑笑，就像看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不会跟你当真的，他的爱心永远不断。啊，所以我们要修文殊的妙慧。啊，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这边读到的时候，我们的立足处不动之佛，啊，六根根性你要学，啊，学不像还是要学，不能说学不像我就不学了，那你就错了。啊，好好的学，啊，认真努力的学，学看破，学放下。学用根，不用识。啊，在这个里头，你一定要知道，根跟识决定同时起作用，它两个决定分不开。啊，那怎么样显示用根呢？舍是用根这句话你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不是说是真的舍掉了，是舍掉了根也没有了，啊，因为真妄一体呀，啊，你怎么能舍呢？啊，这个舍里头就是宾主要分清楚，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这个搞清楚之后啊，你就晓得，你就会了，舍是用根，你就会了。啊，真的，我的根性做主。八十五十一心所啊，替我办事的啊，啊，办事的要不能不要啊，不要没人办事啊，啊，他是办事的，他不能当家做主啊，当家做主
根中之性的。这个样子一转过来的时候，你就是佛菩萨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真解脱了。下面长者这几句话讲得很好，非他佛号，非他菩萨而立其名，所以诸佛菩萨名号说实在话呢，就是自己自信的得好。啊，本性的得好是佛。修学的得好是菩萨。全归自性，真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我自性里头的仁慈博爱，是我自性里面本来的寂静，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地藏观音文殊普贤是我修德当中的名号啊，一修一切修啊。啊，怎么说呢？我孝亲啊，孝养父母，孝亲里头有没有敬，有没有敬事啊，当然有尽啊，这还是地藏菩萨表的啊，有没有真诚不变的爱心呢？真诚不变爱心，观音代表的啊，敬爱里面充满了智慧，文殊代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普贤菩萨代表的。在一切法当中，随念一法了，都是圆满的。所以《华严经》上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我们初学啊，初学如果没有具体的学习科目，我们很不容易体会，无从下手。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从哪里做起呢？十善、三皈、
五戒。啊，这个里面也是随便举一个科目，圆满包括其他一切科目。它是圆满的啊，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大家都念得很熟啊，每一愿一定圆满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愿愿如此啊，少了一愿你这一愿不圆满，有亏欠十善业道，每一条里头一定具足其余的九条，一条不能缺。六波罗蜜里头也是的啊，每一条一定具足其他的五条，才能称为波罗蜜啊。啊，少了一条就不能称波罗蜜了。啊，波罗蜜是印度话，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圆满。布施圆满，布施里头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这个布施是圆满的。啊，少一条不能称圆满。啊，我们讲菩提心，这更明显。菩提心怎么能成三心呢？啊，心只有一个，怎么会分成三个呢？啊，这个我们晓得，说三心呢，是说它的体用。啊，菩提心的体，菩提心作用，作用里面呢又分两类，一类是自受用，一类是他受用，所以一二三，三二一啊！那我们现在把它说成五个啊，真诚心是体。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慈悲他受用，啊，起心论里面只讲三个，执心、身心、大悲心，啊，那个身心很不好懂，啊，所以我们把身心说三个，啊，清净平等正觉身心，自受用的。啊，那么你在起作用的时候，你对他，对他慈悲，慈悲里头有没有真诚？有没有清净？有没有平等？有没有正觉呢？当然有。啊，任何一条都要圆满具足其他的四条。
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没有一法不归自性啊，宇宙之间的一切一业法都从自性流出来啊，最后还归自性。这个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了，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现在时间到了。